就可以用 WiFi 的无线上网，就三个小时免费的，三个小时免费无线上网。一杯咖啡乐比220块，220块三个小时，充电呀，然后用那个 WiFi 无线上网呀，肯定合算的，这个点还可以，我估计。黄豆泥可以合算的，这个我估计这个用，这个店用吧，用里面是这样的，都哦，可比店是这样的，就是奥古堡前面在这样，好用的店，这是基督教的，基督教教堂，教会教，还有这里是大酒堡，奥古堡亚马诺德奥古堡森的，还变成这个店好用的，记下。